来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义乌第一的玩具店 Golden Family 玩具店，我们这里有最好的玩具，还有最实惠的玩具。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！义乌最好的。女孩子，你玩什么奥特曼？女孩子不能玩啊？当然不能玩了。为什么？整个店就这一个。你烦我！生气了啊？我也生气了。你生气？ 限量玩具，你个！我女孩怎么就不能玩奥特曼？你们还拿玩具出去换东西吗？我换什么了？你换麻花吃了？我换的是榴莲。你给我！不许玩！回来了。好疼！好疼！哎呦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 爸，爸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。发生什么？喝点酸奶吧。哎，咱们这人设不是爸爸和一儿一女吗？怎么改了？这样看上去很合适，高兴啊！